不动明王最重要的有一个祭哈，他的誓愿：见我身者发菩提心，闻我名者断恶修善，闻我说者得乍知慧，知我心者即生成佛。他的誓愿：见我身者发菩提心，闻我名者断恶修善，闻我说者得大智慧，知我心者即生成佛。这四个记呀、啊，跟我们三十七道品非常的像。看到不动明王的，他就得到了这七菩提心；听到他的名字的，就得到了四正勤，断恶修善，四正勤嘛。闻我说者，听到他说法的，得大智慧，也就是这个很重要的五力最后的一个力量，就是慧力，慧，智慧的慧，慧的力量，五种力量最高的力量就是慧力。知我心者即生成佛，可以讲就是得到根本智，得根本智。即生成佛就是得根本智的，这是不动明王所发的誓愿，所发的誓愿。